当代注释佛陀作品，观世音菩萨。这幅中国画的展现是所见最庄严最殊胜的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大气清韵的法度，但又绝非于某家某派之就近而学笔，师古笔墨，并是造化融会心意，自成一体，以独创特有的艺术成就自成一家，独领风骚。仔细研究当代注释佛陀的绘画艺术，不难发现传统墨源和品味变法创新之神髓，比起前辈画家的作品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。